都是要减肥的。我都在减，我都在减肥，最近又肥了。我们团队的人都是，佳儿你多吃一点，你现在瘦的不行了，佳儿你多吃一点。这个人叫我多吃一点，这个人叫我多吃一点，这个人叫我就变成我都吃了，都吃了就胖，都吃了就胖，对吧？然后胖了以后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你没吃很多，当然没吃很多。对于这个人来说，我对你来说当然没吃很多，我对你来说当然没吃很多，你来说当然没吃很多，加起来就是多。”我没有说你鼓励粉丝减肥。啊，对不起。OK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泡泡朋友们。不鼓励了。啊。不减了。对吧？真的，所以就不应该听这么多人在叫你吃，就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分量就好了，你知道自己的那个标准就好了，一过就不行。哎呀，你吃点，佳儿，这个对胃不好。我那里已经吃了，我没看见你吃，你吃一点真的对身体不好。你现在瘦成什么样了？心疼啊。那好，我吃了，一二三四五都吃了，然后我就你看变成这个，变成这样。